Hello， 早上好啊，我是左一。今天准备和朋友去看一下艺术展。我的快乐小狗，简简单单喝杯冰美式，最快速度完成妆容，分享一下我今天的哦哦特的。今天的妆真的好喜欢。到了看展的地方，绕了一大圈，发现不是这里。去看展了。先去看了不退的浪潮，感受在木下笔下创作的自由、优雅、温柔且强大的女性形象，自由的笔触和明快的色彩充满了浪漫和唯美。后面还去看了梁少基的海明明，和木下的浪漫不同，这里让我感觉坚韧和隐忍，在光和影中享受孤独，坐在垫子上看海，四面浪花在拍打，冲刷内心的急躁。 OK， 今天就到这里啦，到家了到家了，我们下期见吧，拜拜。